嗨，大家早，我是阿丹。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美浓去，来看看有什么民俗的或者是网红的打卡景点。Let's go！ 嗨 ，Yo man！ 这里有便利商店吗 ？Welcome vlog！ 先进来，先录一下脸好不好？这里有便利商店吗？有啊，等一下经过的时候再听。大家早安！在高铁上被小孩子吵闹的话，真的要吃小孩好吵哦！人都一直吃草莓、吃包子，吃一个半小时怎么样？阿妈也一直吵，来来来来，吃饱阿讲完，过几天后，才三岁大小孩吃两块包子不会太多吗？你没有戴耳机啊？懒得拿，太累了。哦，是啊，我没办法动。那阿公还说，那不要吵到旁边的姐姐，她在睡觉，不要吵呢。坐你旁边了。我以为是他同车厢而已的，就是很近。那不要吵阿姨，阿姨她一直吵一直吵，就她最吵，全家他们最吵，真的气死哎！店里是停车，他在我前面而已。来，我拿，我拿，这是要给你的啦。厉害厉害啦！玉玲你也迟到哦，难怪我们两个是十年好朋友。对啊。上来吧。雨晴去哪里、啊？你的背包要不要放后面？不要。又在补妆。就在看车上嗨蚊子还蛮好笑的哎、欸、啊他听到我的头洗的笑完这可以放吗可以接下来要第一站是开装备工开装备工又叫做开机备工是吗这是你要的答案吧开机福德正神啦、啊、他看起来很像坟墓但是其实不是、嗯、为什么是这个造型大家 Google 一下我也不是美容人乡下的味道是什么是风香香的但是香稻香稻香香的风里面又有一点点来自鸡屎的味道鸡屎fresh 但是乡下如果没有鸡屎味的话风都会有一种很香的味道为什么第一站要来这里因为我们要先来拜码头因为它是开这个美容妆的背工对然后网络上的资料是说它是面向这个美容妆南方的，所以我们第一站先来跟背光拜码头，再来跟管区拜码头，下一站进字典。我走比较慢。第二站来哪里？迷龙庄的进字典。为什么叫进字典？就是他们对于纸张的尊重，因为纸也是很得来不易的东西，所以把一年累积的纸烧成灰之后，然后送到河边让水流走，就是仪式尊重。哦，这个。厉害哦！我们看一下这边，仓颉圣人、至圣孔子、魁斗星君、文昌帝君、朱衣星君，感谢我们板桥洪小姐的解说。谢谢。那边有一个那个，是这个进字亭的形象哎。看一眼。哦，我们远看一下进字亭。三。三站美浓水桥就是这里可是这不是单车道吗没有没有它水桥就是给水走的桥所以它是在桥下有没有流过去哦所以是它下面会有水在流对对对对、嗯、没错这里吗这里是我们今天的中餐李家米干对不对每一个小时生意太好什么是米干呢带来米制作然后跟板条有一点像但是口感完全不一样吃起来没有那种 QQ 的感觉有点像是大条的米粉那有米的香味吗我觉得还好但是有是不是你试看看有 QQ 的这个人已经饿到不想说话各位，刚刚发生了一些小插曲，是怎样？但是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校第一个点，东门楼，美吧？这个是什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被刚刚小插曲惊吓走。这个还是你跟大家讲一下刚才小插曲。刚刚小插曲就是我们开进去了一个窟窿，然后整台车就是云霄飞车般的飞起来。然后我在喝水，然后那个窟窿这样砰下去的时候，我直接全脸卸妆。那好笑的点在哪里？好笑的点就是他开下去那个窟窿之前，他戴太阳眼镜，然后转过来说：“各位，
下午的行程开始了，我往前开，棒棒！我坐在后面直接傻眼，我直接卸了妆，然后这个那位板桥来的亲友笑到哭，没事啦，行程还是要走。好了，好像是美容这边有四个门楼嘛，它这个南面有一个大起如意的匾额，是由四种不同的材质刻上去的，对吧？他这一段哪里有？没有。你不乱讲。啊，这个字在这里。小便生气。大起文明这边，它是用什么金色模拟珠的特殊玻璃的材质来做的。对，它是在讲这个啦。先加油，我们现在心有余悸。各位，那我们下一站是哪里呢？骑兵，然后修车。完美的成分在的，或者是呢，你想约会的话，就可以来这边。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跟你讲，今天带他来，明天就带他。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前面这间。五谷宫拜神农大帝，里面有一个百年古井，好像是200年。然后呢，他们都会把这个古井的水取出来煮沸之后给信徒结缘。然后那个阿信，就是五月天的阿信，有推荐那个水。对，我们去看一下。古井在这边，现在他不能进里面参观。现在应该还是有水的吧？有啊，应该还是。可是看不到下面，对，有点暗，对，很深啊。我们去看一下大明星好了。好，对，我们去看明星。啊，这个呢，就是那个时候阿信上综艺大起的时候，有推荐。就是如果你有家庭烦恼啊、心态看不安之类的，哎，你就可以来求一下这个神农水，就是简单的结缘，然后功德无量，然后后来就会变阿信一样这么帅，这么有才华。这样子啊、哦？嗯。啊、哦，谢谢谢谢，感谢推荐。你又笑，哎，你可不可以正经一点拍？Take two. Take three. 我要拍美照就好了，不要在那边给我拍烂账带的啦。现在的时间是几点呢？动四。凌晨4:04。凌晨4点在干嘛？然后就是六龟的某个大桥下面，居然有 Olay， 然后还有小夜市，哎、欸，吃起来超狂的。他前面有卖热狗啊，或者是一些小猪蕾。哎，我直接傻眼。夜市啦，各位，凌晨4点逛什么夜市啊？炸鸡跟薯条。哎呦！看尽乾坤浮云众。辉映蓝色水玲珑。